各位同学，我即马开始上课啊！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我即马开始上课啊！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午安，真欢喜，今仔日我坐甲满满，所以大家会参加。咱的希望也较大，所以大家各拢半工啊来参加，感谢大家家己鼓掌起来。因为咱大家拢有这个理想。快愈早，甲流亡政府，因爱返去因的所在，金门、马祖、甲平潭岛。伫咱正式的上课内底，大家拢我有这个感受。现在的状况现象。大家若较有敏感未？是毋是要准备要撤退啊？这就是有来上课甲无来上课差伫遮尔啦。今仔日要甲大家讲，咱坐伫遮，未来拢咱是啊。台湾民政府的官员，拢是咧做啥决策的，也是咧做监督的，的重要官员。所以，这节课要甲大家讲，咱爱有了解，咱若要执行的时。咱若要执行的时，拢爱有这个成本的观念啦，最足重要的。咱迄个副镇啊，最近发生什么代志？当机对无？讲开偌济？二十几亿啦，爱当机啦，所以今仔日要甲大家讲，就这个就是用这个例子，予大家去思考，是毋是公共事务爱甲成本，爱有这个观念。后摆啊，你哪咧？决策的时，阿伯啊，那你在做控制的时，拢爱了解。所以，这个希望大家，若有啥物问题，我无要紧，我会使啥物啊？向我，吼，也是要用啊电话卡向我，我。拢会使大家来探讨，因为咱今仔日的时间真短，我干那较重要的重点，予大家知影就好。咱要甲大家讲，就是先爱了解讲公共事务是啥物啦，啥物叫做公共事务？迄个警察常常讲，因为咱有高沙族的啊童心啊，有时候跟我讲说，是不是可以啊参差一点？我说可以，我们用参差一点。警察单位，公我在执行公务啊。啊，下面叫做公务。实际上，
就是叫做公共事务。公共事务，他们认为这个是公务。实际上，你若官员，你咧做的代志，拢是公共事务。吼、哦，咱这但是咱即马要互大家知影用时间上的问题啦。可能咱这个简单介绍一下，啊，甲遮拢会重点，吼、哦。啊，上重要这个观念嘛，吼、哦，成本啊，效用的原则，成本效益原则上重要，因为这个决策者、决策者跟控制者、监督者都必须要了解的。较简单讲，这个包摊呢？这就是公共建设、公共建设来发包好像财团啦、EDC 啦、EPEC 啦，这东西啥？大家安尼去想就好啊。高速公路是不是公共建设？人民缴钱建设的。为什么要给私人公司去收？想这个问题就好啊。什么代志，拢是安尼。所以，咱啊执政一定无同款，咱即马。好，大家清楚，安尼我今仔日头啊提这个例子，甲尾来阁提这个例子，好大家去思考。后来，咱即卖来讲，什么叫做公共事务啦？啊，公共事务啊，咱啊足简单啦、啊。咱这都是什么？人民的啊需要是什么？人民的问题是什么？需要是什么？啊，社会福祉是什么？啊，甲咱的国家的安全是什么？安尼尔嘛。啊，这若做无到，砂石车会去撞总统府嘛？所以，流亡政府。他会考虑这些吗？他不会考虑到这些的，所以大家要清楚哈。好、哦，咱阿爸来执政，你是公务人员，你是决策者，你是监督者，你是啊审核的人员，你一定要了解。啊，人民的问题在哪里？主动去思考，主动去化解问题，去做，这就是咱的责任。啊，人民的需求是什么？好、哦，啊，咱的啊，我们要促进那个国家人民的福利福祉。我所知啊，英国出生、住院、甲生产出来啊，牛奶粉、甲尿素啊，政府拢补助，咱家敢有？所以真济各种的福利，咱一定会去做。所以。爱甲大家讲，等于甲恁的亲戚朋友讲，赶紧来办身份证啦！上课的时，我有甲大家讲过，你若来办身份证，你若会使说讲你是革命先行者啦，
因为无时间来上课。你认同你是本土台湾人，啊，你就赶快去办一个晶片身份证，唔好去用骗去哦。300块、100块啊，500块，拢有啦。在这人也去看嘛嘞。好，感谢。那有的人无啥知影呢？什么叫做300块？伊迄都唔是晶片啦，100块，迄那是唔是晶片啦？好，啊500块啊，同款，噶啦咱台湾民政府所发的身份证，台湾啊政府啊人民身份证啊。是晶片美国制造晶片身份证，好、哦，而、且大家爱加强哈。安、尼，这个足清楚嘛吼、哦？啊，一切为百姓设想。咱1月7日啊，参加咱的啊迎新会。过来，哈、哦，新春呐、啊，咱唔爱讲过年啦。新春呐、啊，1月7日，咱订这个广告，大家提来看看嘞。这个主题是啥物？这就是要把咱所有的住在台湾的人讲，台湾民政府执政就是为啊百姓啊设想，这个原则，咱的公共事务啊。的原则那是安尼，所以讲要让大家清楚哈。啊，我回去我到宣传，啊，那要起码要讲讲到回来跟成本的关系啊啦。什么叫做成本？啊，咱爱考虑就是什么？一般讲。那较简单的讲，成本就是讲咱开销出去的，吼、哦，咱安尼来迄个。那较简单讲啊，咱即摆要讲啊，予大家较了解，较简单讲啊，就这个图来说明啦。支出啦，会使讲叫做成本啦，但是支出。有两种的观念，会较佳啦。效益哦，经济效益较长的，超过一年的，金额较济，咱叫做资本啊支出啦。伫会计咧讲啊，会计超过一年的，吼、哦，咱用不了的叫做啥？要算财产啦，啊，那用了的，用了的，啊，叫做费用啦，啊，这就是讲有相对的收入发生，啊，那无相对的，就是损失啦，这就是讲一年以下金额较少的，咱就叫做收益支出啦，这就足简单。我看迄个公司，我讲这个要做啥？这个支出的大小、金额的大小，吼，都是看安那叫做大小。伊这个营业额几啊亿，当然
伊个支出那两三万块啊，这算啥？南山的嘛，算南山的，咱就会列做啥？费用嘛。哎，啊，这间工厂，啊，这营业额，头一百万左右尔。啊，伊个开销那三五万，哎，啊，伊看有过一年以上无？啊，若有超过一年，无用过遐个啊，拢叫做啥？叫做资产啦，也未用了的啦。安尼大家就会了解啊，吼、哦，互大家有这个观念。过来，咱要了解吼，成本考虑啊，那无适当，啊是讲好忽略啦，这个成本的啊，这个考虑啊，会发生什么情形？啊，咱讲核能发电。是安怎咱台湾要用核能发电？啊，都以前无考虑到啊，核四要搁起大屯山公迄个啥活火山呐、啊？大家唔知知影无？大屯山知影人举手看卖。我遐侪人无人知影吼，所以讲，活火山啊起核四啦，啊那火山爆发啊核四啊，唔知要安怎处理，所以这就是爱考虑考量到啥。有的那无考量到要做决策啊，当然咱爱考量说啊，迄、那个要做不利的迄个经济后果是虾米啦？啊，投入的现金啊，爱偌济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这拢爱考量到。啊，那较重大的吼，啊，就算讲啊，国家都破产啊，啊，国家都灭亡啊，所以。公共行诶，公共事务啦，足大诶关系啦。所以讲，以前咧选举，讲诶，啊，都爱来甲投一票，啊，若选唔到诶，害了了，实际上拢无用啦。有路用啊？无路用，真正无路用啦。阿扁也做八年，李登辉做十三年，有改变啊无？拢无改变啦，阿你有啥物路用？唯一，咱啊，甲流氓政府，请因转去金门妈祖甲平潭，啊，咱好好啊来做，啊。咱有个特别的规定，所有的咱的官员贪污安怎？清算吼，大家爱清楚吼，唔好大家讲哇，安足好，咱用他做官吼，你到时就爱家己去思考这问题，啊无就变形啦，一定会安尼执行啊，执行一定会这样执行的。咱即马要过来讲，咱成本管理的重要性是啥？咱一般来讲，成本的流程啊，就是资产啊、费用、损失啦。啊，依照公共事务的观点来看啦，咱的啊资源一定是先天的限制，是有限的。
台湾的天然资源不能跟美国比，也不能跟巴西比，但可以考量跟新加坡来学习天然资源。新加坡哪无什么天然资源？伊的币值很稳固，也是很好的啊一些啊政策，所以咱来爱去了解。好、哦，世界上有的福利，咱一定爱规划去了解。啊，拜要执行的事，咱要安怎来做？未使比现在的所有的国家的福利搁较歹，那搁较歹，咱也使执政，啊，都好，你望政府去执政就好啊，咱啊，大家伫遮来点招，啊，伫遮遐寒，过来伫遮咧上课，真正啊。大家要有这个决心，咱即马就是要来做奉献，予咱的子孙，咱以后台湾会得过了较好，安尼尔啦。啊，过来，咱要做决策来拟定的事啦，拢爱考虑着讲啊，一个目的，哦，咱头拄啊讲，咱。民政府有什么目的无？咱的头啊，咱上课的第一节，咱的主张，咱的目的，一定要让人民过得较好，为人民啊百姓设想。上大的目的是什么？咱就是讲，那企业啊，伊是讲这个价值极大化啦。啊，那是国家的决策啊，是要和国家富强啊，人民啊啊，大家健康啊，快乐啊，都是人民啊幸福，这是咱的上重要的目的。啊，过来决策者。来执行的事的过程，甲伊的使命啊，是啥物？因为政府啊，管理决策者啦，有权利到义务，哎，有效率的应用有有限的资源，来创造极大的价值。好、哦，啊，这就是让大家了解，大家若有这个心，一定都做会出来。好啦，过来，这啊，咱不要紧吼，咱予大家看到吼。啊，那今有炸迄个叫做啊 PowerPoint 来吼，还是要随身带吼，有炸来吼，会使扩登去不要紧吼，因为时间上的问题，咱就无必过啊说明吼。啊，这规划咱就咱。咱会了解这个规划，吼、哦，这个问题。啊，过来看，咱即马这个重要性啊，咱即马要用一个图来说明就好啦。其他文字的叙述，吼、哦，让大家清楚。咱就是讲，依照管理上的控制的系统，啊加啊管理会计。功能啊，来做一个啊，做成本管理的流程。吼、哦，咱来定这个决策的时啊，都要有关分析、有关的迄个资讯、迄个信息啦，拢爱足清楚。咱要发展核电。
咱爱不爱发展太阳能？太阳能没有坏处啊，咱爱没不发展啊，所以讲迄阵啊，这分析的资讯啊，是不是不健全，都会发生这问题。好、哦、啊，你做决策的时候，啊，都要搁规划。啊，规划的时候都要参考啥？医生。好、哦、啊，那好啊，啊，再过来做一个控制，控制啦，啊，搁会使叫啥？叫啊，责任中心啦，责任中心啦。每一个部门哦，有成本中心，叫成本算过，中心算过，啊是利啊。利润甲这个投资等等诶，这个责任中心做管制嘛。啊，过来这了后，咱就啊，我们考核啊，这就是到尾来，我爱做绩效报告，啊，搁倒转来回馈到这个规划来，啊，这就是成本管理诶重要性，和大家清楚一下。咱即卖要搁了解啊。成本管理的概念，这个概念吼，主要各种的成本要清楚啦。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吼，啊，我无爱特别讲啊，这大家我无爱去解释，我要看这个所在，干呐，看这个所在来讲，吼、哦，男的讲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常常被啊，和无去考量到这个重要的成本管理的观念，爱知影，这个应该大家按照迄个名词，吼、哦，咱拢会清楚嘛，吼、哦，所较无清楚的，较重要，我会使稍微讲一下。变动成本啊，什么叫做变动成本？甲固定成本，这个爱大家爱有了解。咱举这个例子，这变动成本是啥物？这个水就是原料嘛，对这个原料偌济，这块膜啊。一个模啊嘛，啊，甲这个可能是啊，迄、那个 PVC 的，还是这个 K 啊，这个、叫做啥？变动成本。做一个，这拢爱指出，啊，这叫做一个，那么生产一个，这一定爱嘛，这叫做变动成本。啊，变动成本就是讲。甲产量成正比啦，产量吼成正比。啊，固定成本是啥？咱固定成本，咱都爱买一台机器。迄、那个机器买来，干若要做这项尔。啊，所以要做这個，只爱这个设备，这个设备的机械。啊，咱都爱做一个仓库，吼、哦，啊，一个工作室，这工厂一个开，租金都爱付出去啊，啊，这叫做固定的。搁这要做啥？咱的经理啦，管理人员啦，这哪算啊固定的？啊，那包装遮啊，迄不是算固定，迄我会使算个变动内底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予大家简单知影就好啊。吼，啊，半变动就是讲有当时啊，只一个例啦。咱大家想看卖，有诶工厂啊，起码做了足好呀，订单咧接袂离啦，搁去甲扩大。搁去外口买一块地，搁甲建厂，搁起落去。两三年后，讲倒翘翘啦，有安尼也无啊？足济咧，对无？伊无了解啦，伊无了解什么叫做
半变动的成本啦。伊安那无了解，咱若今讲接单，我阁记一个咧。咱原早一台机器咧做啊，咱接单拢接啊九十几件，足好势啊。咱机械一台单做一百件，咱接九十几件足好势啊。啊，我足趁钱啊！单较济啦，一百二十件啦，你毋来阁去买一台机器来，你毋来阁去扩大厂房。啊，一百二十件，干那要做一个二十几件，你就爱阁去串较大个场所。安尼大家毋知清楚无？伊无算到啦，无算到讲这是半变动个。你若做接九十几件，你安尼直直做，人若要阁甲你订一百二十件个时啊，你即二十几件交予同业去，叫同业甲咱做嘛，啊，然后同业趁钱嘛，彼此之间还好嘛。你唔好阁要去扩大，唔爱予人趁，家己阁来补，阁去买遐机器，阁设备落。我拢，逐年拢甲你订一百二十几件，啊，你都死啊咧。迄个叫做半变动成本增加。你的成本甲以前的成本都无同款，所以足济，尤其是中小企业无这个观念，到时拢做甲一半都啊倒啊，所以这个爱互大家知影吼。过来，成本效益的原则啦，这咱爱。大家了解讲哦，咱这个叫做依照啊成本效益的原则，在这个内部控制有效的前提下啦，好、哦、要来衡量这个成本跟效益的关系啦。咱即马要安怎要去讲这个，就是我要教咱啊，大家拢有这本。回去啊，搁提来学习看卖。实际上，咱发身份证那是根据这本发的啦。咱就是参议院通过啊，这个啊，台湾公民权利法案来来去去送到美国三次才定案，所以。爱甲大家讲，咱这个身份证是美国制造啊，美国甲咱教一脚步一脚印，所以这本就咱的啊权利法案，咱为着避免以后甲流氓政府同款，预算编编的。网啊管满是过啦，啊，搁安怎？搁做个工程啊，拢甲你啥？追加预算啦，甲你做一个，吼、哦、公开招标做甲一半，啊，搁爱搁追加啥物？啊，搁爱追加啥？拢用安尼个方式啦，咱阿伯啊，绝对杜绝吼，这个。啊，方式，咱会使了解本土啊，台湾咧做总统的是安怎？有追加预算无？几乎无迄个追加预算的，迄起的高速公路成本啊，甲迄个捷运。差足多啦，所以有时候我拢有当时啊为本土台湾人甲加油，就是讲尤锡坤在做行政院长的时候啊，雪山隧道国民党在拍拢未通的，
阿边啊，甲袁世坤讲，无论安怎来互通，那是拍通去。所以大家爱有这个啊，拢是爱考量到这个啊成本甲效益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即嘛就是讲要互大家了解，吼、哦，这个收益甲成本啊，迄、那个做一本比啦。一本比一定要大于一，咱权利啊，台湾公民权利法案29条有安尼讲，小于一的不得执行啦。所以咱公共事务啊，拢爱了解这个问题。好、哦、啊，时间上的问题啦，啊，要甲大家讲。公共事务要有成本的观念，啊，成本的观念就要创啥？做好事情，啊，甲做对事情，做好事情甲做对事情，啊，这就是啥？迄、那个公共事务的态度，态度足重要。有诶讲啊，这毋是我做的，诶、欸，有当时爱我爱捡起来做啦，态度足重要。哦，啊，这个态度就是啥？啊，这就是效率嘛。哦，咱来报道的时，哎，排一排咧报道啦。哎，到尾来看哦，人遐济要安怎？啊，怎关键秘书长啦，咱的同心啦，咱那个副主席啊，啊，陈明煌弟啊，咱甲鼓掌一下。好、哦，伊讲哦，看到排两排，伊也要来斗三工啦。啊，就是这，就是啥态度啦。搁刷落去是啥？爱有心啦，拢是效率好啊，有心啊，就是美好啦。好、哦，啊，这希望咱以后拢这个原则。安尼，我报告各家啊，感谢大家今日各家。谢谢各位同心下课休困10分钟。